心里面。好，我简单一分钟来跟想象，就是那个我们在准备这一次的第三届诗歌歌唱比赛的时候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扰，有很多的难关，就是在我的身上，就是可能甚至有一个声音就说，干脆不要，干脆不要，不要办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不是没意义。可是当我对神的爱改变，我相信神，我因为我知道这是第十三个给我的谎言，因为神绝对不会让我去停止，让你一个爱他的人去为他而分享他的信息。所以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或许撒旦给你的谎言说你不行，你不完美，你不够好，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。所以我们知道奉主耶稣的名，这一切都要离开，将神的祝福会更多更多的临到我们当中。因为我们相信 When you believe， 我们的神迹就会出现在我们当中。那我们再给高雅来给